雄心喜多，阿三妈加油哈、啊！阿三妈多多哥加油！点名祝福，挥挥手，立委补选候选人谢龙介站上放送车，自己就是最强麦克风手。雄鹰飞升，雄鹰哎，谢我你啊哈！啊，生意鼎盛啊，感谢哦，是啊，拜托你啊哈，三位仔来，来出来投票哦。把路边的婆妈逗得脸上笑得像朵花，人气超行，还被要求签名，在帽子跟包包，根本中年系男子偶像。我是挺韩国瑜，挺龙哥先，他很棒。补选在即，谢龙介突袭，在自己老故乡新市区出动开讲。阿英主管讲要来做生意，要来摆摊。人家讲你若是做无生意，我是无负责哦。你讲袂啦，阮家己来吼。万一若是逼场啦吼，啊，咱这摊贩头家头家娘，歹势。你若是逼场，我无法度吼。啊，你摆到好外口，生意大家公家做，经济大家做伙拼。十七号将成立竞选总部，不忘邀请大家一起赚大钱，还要在母校远东科大办农渔产行销会。下午两点活动开始，两点半上演型男主厨秀，谢龙介喊韩国瑜，侯友宜亲自煮虱目鱼料理。而三点大进场后，秃子、汉子、燕子三巨头合体挺龙盖森。啊，咱的对手伊啊，昨去真乌龟鱼。我讲这好代志，哦，这大家要对阮行，毕竟我无申请专利。不在乎对手出同招，谢龙介乘着寒流，同样主打经济牌，少了政治味，多了一份爱台南的心。记者朋友的王主 SNG 小组，台南采访报道。